在山顶陪你看流星，只顾着看你，却忘了是雨是晴。我多想参透你的心，放肆的甜蜜，我们的身影都融化在一起。我确定这就是想要的梦境，能证明星星划过天际。我好想陪你走过每一座山，陪你度过每一条河，我会陪你坐在柔软的云朵，看那日出到日想陪你走过每一座山，陪你度过每一条河，我会永远的陪着你，看着全世界的你。安妮小公主，您的泡面。哼，说吧，有什么事儿要求本宫？没有啊，就是单纯的想为您服务。你少来啊！你从小到大只要这么笑，你肯定有大事要说。也没什么了，就是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。你跟小姐接吻了？没有，我们只是离得很近。嗯，然后聊到天，我问他。你跟范林什么关系？他就说我们只是朋友，然后就散散步，还跳跳舞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他跟你说范林跟他只是朋友关系？嗯，不对啊，那一听就是渣男，你得离他远一点，听见没？你让我离他远一点？范林对他的感情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他如果在那边给你装不知道，一边在那跟范林不清不楚的，一边又在那撩你，渣男九七鉴定完毕。他不是那样的人。你还帮他说话，你还胳膊肘向外拐，你完了完了完了，你没那么夸张。喂，孙总，学校同意范玲姐加入登山社，太好了！好，什么情况？就是那天我在医院的时候，他来看我了呀，送了几本书，然后今天跟我说，他和杨教授要做一个项目，让我当他的助理，然后聊天啊。聊什么？聊他想加入登山社是吗？嗯。你是不是傻呀？他要是回登山社，能让你和夏迪安宁吗？啊，马归马嘛，跟夏迪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学长，过几天登山社要办一个小型餐会，想让我去试菜。我对吃没什么了解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可以帮我个忙。当然，这不是教练的任务，所以你忙也没关系的。早。这么巧。哦，我再见。
嘛？你怎么进来了？这里是我家，每个房间我都有备用钥匙。我8点半上班，7点半起床，现在才7点钟。你知道我少睡半个小时会对我的职业人生造成多大的影响？状态不好，接不到单子，接不到单子就没钱。我陪你，你的损失我都赔给你。你今天这么紧，有什么事情求我？啊，算算算，你说吧，那个林峰又约你做什么了？这你怎么知道呢？他呢，有一个什么小型餐会，要试餐，我就答应了。去啊。可问题是，我俩有点尴尬。你有多尴尬？就上次离太近。只有这样？还一起聊天，跳了舞。他还问我跟范林什么关系，我就实话实说了，我跟范林就是兄妹。那你完了，没办法了，你这会儿在他那儿已经坐实渣男这个称号了。我渣男？一个成年男子，你不可能不知道一直以来范林对你的感觉。我当时就觉得你们俩有问题了。再说林峰，他虽然对于感情是一张白纸，但是他身边有非常聪明的玄宁。这会儿估计早已对你盖棺定论了，我跟你说，嗯。可问题，事实它不是这样，我怎么解释呢？你爱他吗？我不适合谈恋爱，但是我觉得，他真的跟其他女孩不一样，而且我还总想帮他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这边请。你说，装傻什么意思？就是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，不要让他觉得你太精明，以免误会你是个爱情的骗子，然后对他写信一点。你看要点什么？他想吃什么就陪他吃什么，他想玩什么你就陪他玩什么，我都可以啊。这个好吗？好啊。这个呢？你挑吧。那来个 B 套餐吧，九九就不上了吧。你决定吧。让他的好感度谢谢多增加一些，主动打破僵局。嗯，我先去趟卫生间啊。你挺好吃的啊。嗯。多吃点。嗯，你倒是吃点东西啊！你一直看着我干嘛？我吃相很难看吗？我没有啊。你说点话呀。好，我说。那我问你啊，你为什么突然要开餐会呢？嗯？我生日。你生日啊？啊！哎，但我很饱了。啊，没事，我陪你吃。哎，我问你。夏迪这样做，你们女生会不会觉得他很渣？当然渣了！我昨天在宿舍还跟林峰这么说，我觉得他就是一彻头彻尾的渣男。哎，反正作为他的兄弟，他难过我就陪着他。他要是真渣的话，我也只能替他打扫战场。作为他的兄弟，你就不能让他不渣吗？好，我努力。咱们俩观点正好一致，喝一个吧。就喝这个？按摩服务还提供自助的点心和饮料，咱们俩一起团购还省掉128呢，多划算！没想到你还挺会过日子。
那我再给我来瓶可乐。你怎么能喝可乐呢？你看你长这么漂亮，又这么可爱，可乐糖太多了，你喝了不仅对皮肤不好，还会长胖，对吗？那个，今天谢谢你啊。那我就先走了，就不送你了，注意安全啊。哦。啊！接电话呀！喂，喂，抱怨，你从我家走之前给我买份过敏药，放到我家桌子上，否则我现在就找你收房租。啊，还有，顺便问问你的那个徐安妮，林峰有没有爱吃的甜品店？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那我下次约你出来。好，到啦。那。我就走啦。哎，你知道我现在靠自己打拼，这是我的工资卡，里面有7369，这是我的全部，我想把最好的都给你。你是在跟我表白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又怎么啦？啊，这个事儿是替夏迪问的，林峰有没有爱旭的甜品店？没有，我自从认识林峰以后，他从来都不吃甜食，怎么啦？不知道，他是不是要过生日了？你能不能让夏迪做一下功课呀？林峰生日还早着呢。拜拜。拜拜。拜。你们这儿东西也太多了，这么乱。平时没有人收拾啊。他们都太懒。你们这是范林学姐一早就来了，你看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搞得干干净净，不愧是5年前陈和的老人。对呀，你要不说我差点都忘了你们俩还认识是吧。老郑，你还夸人家呢，你不也是我们登山社2届的老人吗？那个峰哥呢？他试菜试的怎么样啊？试菜？什么试菜？还能有什么呀？就是跟着夏教练一起呗，为了办某人的欢迎会忙着试菜。昨天孙总连夜打电话特意安排的，加入就加入吧，还搞这么大排场，还真把自己当公主了。哎，林峰也就是傻，你说这么一句他就到处张罗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你可以加入登山社。那夏迪知道这件事了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林峰是不会出卖你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看我都把这儿打扫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始训练啊？要我说呀，林峰来了就可以训练。我还真没见过哪个渣男出去约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。你明明就不能吃奶油，你干嘛还非得舍命陪君子去吃奶油冰淇淋？你这不是有毛病吗你？哎，我帮你问了，徐安妮说从来就没见过林峰吃什么甜食，而且林峰的生日还早着呢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到处献殷勤还献错，怎么就早着了？马上就生日了。徐安妮亲口告诉我的。不可能。有什么不可能？你说他骗我干嘛？我开门去。是范林。范林也开啊？呀，是范林来了。你今天好漂亮啊，是不是碰上什么好事了呀？数你嘴甜，不过还真让你说着了。我要回登山社了，夏教练，以后请多多关照。你要回登山社了？对啊。哦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刚才见了林峰，他说你们之前在一起，
我以为他告诉你呢。他怎么会知道呢？就是他劝我回登山社的呀。啊。哎，你过敏了吗？怎么弄的？哦，没事。还不是陪那个林峰去试菜，非得陪他吃奶油冰淇淋弄的。他跟我说的时候，我本来还在犹豫，可他说登山是他的梦想，也希望登山社可以重聚。我想了想，觉得他说的也没错，这样我们还可以一起训练，也能提高登山社的名望，也是哥哥的心愿。我就答应他了，可他说他想先试试看，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。哦，那个参会就是孙立明为了欢迎我才做的，你们去试菜，我以为他会告诉你的。你为什么突然要开餐会呢？我生日，我生日，对。你去哪儿啊？公司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这扮猪吃老虎，还是傻子遇到呆子？喂，范林学姐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不是知道又怎么了？他凭什么这么对你？喂，你在哪儿？我不在学校，我现在在忙。夏迪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就是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你讲不讲道理？我说你为什么骗我？早知道你一直不讲道理的话，我就该一直骗你。你都骗我什么了？夏迪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让他。你不用怕他，他就是这样，喜怒无常的，根本不听别人解释，也不讲道理。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回登山社？为了钱，为了名，什么都为。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假的，这就是你想要听到的答案吗？嗯。你根本不相信任何人，你这样早晚会失去所有人的。夏迪，我知道你会生气，但我想了想，我重回登山社并不是什么坏事。毕竟，在那里我有一段难忘的回忆，而且，我也想和你一起重新训练。至于林峰，她是小女生，有点小心思也很正常。有机会。我就会找他谈谈的，你别放在心上，好吗？你没事吗？是我太不冷静了，谢谢你啊，小林。你喊我就好。峰哥，峰哥，你快看，哎，老郑把那天咱们吃火锅的照片给洗出来了，还做成了宣传单，特意把夏教练给 P 进去了，多帅呀！你说，咱们这宣传单该怎么发呀？哎，你看一眼嘛，做的特别好。
真的好久不见啊！当时你们可是登山社的大神，不过现在也是，而我还在登山社混着。都5年多了，别这么说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！一转眼呢，都已经5年了。我记得那时候你是管考勤，对吧？没记错的话，那个时候夏迪和范阳两个人老是请假，你呢全继承了缺勤，把夏迪气得不行，对吧？那时候他们好像是去参加什么设计比赛的培训，又要在备战文女峰，所以有些假是请不下来的。但是他们有杨教授的假条，所以我没办法，只能同意。而且那段时间大家可能都比较燥吧，他们还在我这里大吵了一次。为什么？好像是因为作品的事情。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事情都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只是又突然提到了范阳，所以算了。我们聊点开心的吧。我最近没有什么登山计划，所以打算回登山社当教练了。真的回来？夏迪学长，夏迪学长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你知道夏迪学长在哪儿吗？杨教授那边在找他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太清楚。哦，谢谢。不过，杨教授找他干什么？他的设计获奖了，杨教授那边在找他庆功，我去宿舍找他吧，谢谢。来了，坐坐坐。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啊，是这样，成河大学登山社呢，这次好不容易重组，我想借这个机会呢，办一个登山资料馆，全当是纪念，也是激励。其实我上次找你借硬盘也是为了这个事儿，但你不说坏了吗？我是这么认为的，登山社的精神呢，不只是攀登啊，日常训练啊。其实登山社的每个人才是精髓所在，所以想问问你，你那儿还有没有5年前的东西啊？有，就是没整理，有一些旧的物资、衣服还有文件，但不知道能不能用。这样，你先整理。嗯。哦，对不起，你先坐。喂，一洛。黎明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回登山社。好，我去安排。那我先回去整理啊。正好我也去学校，我送你。啊。你们陈教练要回登山社了。啊。陈总，林峰他有事先出去了，然后这是5年前的资料，大概就这么多。他交代我分类过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其实没什么特别的，里面都是涂涂画画的东西，非常杂。如果您需要分，不用不用，你这样，你先帮我放车上。啊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教练当的还顺心吗？还好。哎，那天是我不对，对不起。你什么意思？我那天说你不负责任，话说的有点重了，别放在心上。有个事想跟你说一下，范丽已经加入登山社了，我想让一路也回来，你们三个一起带这些新人，我相信一定能让登山社重振辉煌。
也说不好能重新冲击雪山呢。李明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不想干嘛呀？我看到林峰和郑千里他们，就好像看到我们年轻的时候。我就是想完成当初你我的梦想，也想完成当时范阳的梦想。我这么说你相信吗？还有，你别忘了，一路这么多年在国外一直做的就是高山救援，还有登山支持，这个经验是你我没有的。你再想想吧，我先回去了。这个声音是谁打的？不知道，那个新社员吧。我回来了。哎，黎明，你认识这个吗？怎么了？这个是你打的吗？不知道。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愚人节不能这么打？是，我知道，这样两个绳子就解不开了，用上升器容易卡住，对吧？行了，黎明，你先走吧。黎明，你不能走。紧急情况之下，一个绳结就能要人的命，我接下来的话你必须要听。1936年的时候，阿尔卑斯山北面有一个队员，就是因为绳结要了他的命。你这样怎么带学弟学妹们？好了，黎明，没事了，先走吧。范阳，你为什么护着他？都是队友。黎明他很认真，他会记得的。他连这点小事都不愿承担。咱们以后怎么跟他一起登山？这样多危险啊！李明也是一个很要强的人，你这样老训他，给人家留点情面嘛。你就喜欢当和事佬？没有我这个和事佬，鬼跟你登山啊！夏教练，通知大家今天休息，我们明天训练。我到时候有些事情跟大家宣布。徐安姐，今天训练取消了，别来了。啊，我朋友已经修好了。我等会给你送过去。这么喘，干什么去了？啊，刚孙总有急事找我，所以就耽误了。电脑给你修好了，要不要检查一下？不用看了。你办事我放心。哎，那你朋友说我这电脑什么问题啊？哦，没有多大问题，就是主板内存它电路发生故障，换个内存条就可以了。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难发现呀？这个不难，特别简单。你的电脑自主程序它会检测，会发出声响的。你听到滴的一声短的警报声，那就是它出现了问题。老郑，你老实交代，林峰那个手机还有这电脑是不是都是你自己修的？我你还给我装，我一猜就是你。你这么厉害干嘛瞒着我们呀？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嘛，我就觉得告诉你们你们会觉得我在邀功。哎，你说你多棒啊，又会摄影，又会攀岩，还会修手机，还会修电脑。我要是你，我早就到处宣传去了。真的啊，这些也算厉害啊。特别棒，特别棒。我今天呢要宣布一件事情，登山社来了两位新成员，他们都是前登山社社员，也是我的同学。现在我们欢迎你们的学长陈以路，还有你们的学姐范林，大家欢迎他们。林峰好，请二位助教入列。他们在各方面都很专业，之后呢会辅助大家训练。那现在呢我们开始热身运动，之后进行5000米，然后再攀岩墙集合。开始吧。好嘞。嗯，好，来，咱俩样来。哎，林峰，林峰，林峰，你到底要干嘛？训练。 V8 是蓝色的，你现在爬的是什么？
黄色的，好吗 ？V9， 怎么了？你 V8 通过了吗？就要爬 V9？ 我早就通过了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你是来告诉我爬什么的吗？我是你的教练。林峰不按规定训练，现在罚俯卧撑20个一组，总共3组，开始。等一下，我们是一个团队的，林峰被罚，我们也一起罚，来吧。一，二。水就能抚平我内心的创伤吗？错。刚才教练让我们做俯卧撑的时候，我已经看到我的麒麟臂正在向我招手。你说到时候练的胳膊比腿还要粗，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！我帮你多招点人来登山社替我们爬山好不好？郑千里还有那么多传单，我帮你发好。啊啊！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自习。大哥，你这球再不防就进了。耶！哎，没事没事，大哥，我们继续啊，去去去，来吧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说你不行吧？我要进了啊！我们办公室里不允许打游戏的。哎哎，不是，快快快快，小飞，我们办公室里规定不准打游戏，不准打游戏，你现在就出去啊！传传啊，走你！没事，2-1，还有机会呢。我就传切配合，怎么样？啊，服务吧。没事，飞哥，咱们继续啊！飞，去去去，来。你们看什么呢？我们宿舍没网，来这儿查点资料学习。学习啊，学习。你们玩什么呢？街霸、NBA、实况，赶紧啊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玩起来来！对，你看人家传球啊！哎，咱们坐这儿吧。行行行，我坐里边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有人。人在哪儿？我是人，一会儿还有人要来，我们俩都是人。这人很奇怪，明明就是公共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坐？我是不是很倒霉啊？我今天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干嘛呀？啊，对不起啊，同学。你别说了。我们还有事儿，我们先走了。说我行行行，你发。你干嘛一直拉着我？我怕你闯祸呀！就你这身手，你真跟人打起来，你不得又被个处分啊？那处分就处分呗，我怕吗？你倒是什么都不怕了，处分大了你会被开除，你还能登山吗？我想什么时候登山就什么时候登山，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登山。林峰，你这样太自私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？我们拼死拼活跟你一起进登山社，你对我们负责任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你是因为夏迪的事儿生气，但是你有没有仔细想过，夏迪就因为这么一点小误会，他这么反常，情绪这么激动，跟平时的他一点都不一样。那这样只有两个解释，就是有病，他就是有病啊，相思病。只想问你还好吗？可以不要怪我吗？快点接我电话，想和你说几句话，含着泪也要把故事写完呢、啊、是不是有